25年来，无数家庭因为安利优质的产品，收获了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，更有无数创客和安利携手并进，共历风雨，同享荣耀。此刻，我们想深深地说一句：感谢。感谢你勇于尝试，让你我的梦想开始有了交集。感谢你白手起家，让越努力就越幸运，值得被相信。感谢你迎风奔跑，传递向上的力量。感谢你用自己的努力凭实力让人路转粉。感谢你行万里路，仍踏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。感谢你与时代共舞，尽情绽放，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。感谢你乐于分享，把安利变成这么时髦的词。感谢你让自己发光，让创客不是少数人的专业，而是多数人的机会。感谢创新者，感谢追梦人，向25年来一起走过的安利创客致敬。在风
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。因最不怕，我就是我自己的身，在我活的地方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不算失望，不能绝望，的超 A 创客盛典即将接近尾声，但精彩仍将继续。创完嘉年华，点亮水晶，抽大奖，我们5000万的红包已经派发了，大家记得登录我们的活动界面查收哦。没错了，拿到红包记得去优选直播间买买买哦。今天晚上的优选直播间不仅有新品上市，还有网红单品等着你们，最最重要的是还有超多惊喜福利送不停，所以我们等着你们哦。我们与你的心愿同在，在同一个世界活出不一样的精彩。我们会和伙伴们一起遇见更好的安利，开启更好的未来。2020安利中国超 A 创客盛典到此结束，朋友们明天见。彩蛋，不要走开哟。